不负责音乐讲座网路版继续为大家推荐我喜欢的歌曲或者是专辑啊。之前燕姿的是时候，整张都推荐啊，实在是毋庸置疑的好听啦。那么包括像是它的一些概念啊、包装啊等等，这张也是整张都推荐，它就是魏如萱。那么它的声音也很甜美，那么创作也非常的有魅力啊。那特别喜欢第一首、第六首、第四首跟第五首，反正每一首都很棒啦。李千娜啊，那么里面有我写的歌词啊，所以我特别推荐最后一首，就是我写的。还有啦，其实第七首我也觉得挺不错的，叫做《穷开心》，是一首非常非常歌词有意思的歌曲啊。然后如果你喜欢少女时代的话，这个 Live CD 不要错过，因为里面有他们翻唱西洋歌，而且也非常活力四射的演出，你都可以从这个声音里面感受得到现场的魅力哦。